Yes 啊，今天终于不是拍，还有啊，今天是拍这个啦，还有这个，所以你我都不会弄哦。If you know, you know. OK， 就是我们的 challenges 会 come back。OK， 今天我们又要回到我们的游戏环节了。Yes 啦，今天的游戏怎么玩呢？首先来 pick a color。如果是 Casper 的话，就点你。OK 啊，如果反面就是我啦。啊。Casper，Casper， 哪？你红色。哈哈哈哈哈！前后一样的。啊，就是要这样啦，你可以给他表演一下啊。OK， 今天这个 game 叫什么 ？Marker Pen game。这个 game 叫看你准不准啊？哦，看你准不准啊？啊，插刀准不准啊？看你插刀准不准？你会不会插？嗯，插刀脸红红。啊啊啊 ！OK。因为我们在Facebook看他们这样子玩，然后我就想我们自己来玩一个 challenge。So 这里有三碟颜色的 chips。OK 啦 ，So 今天呢，我们拍了那么多癌，很闲聊啦。今天想玩一下 game 啦，因为那时候周末会玩这样的 game， 因为我们那时候看马靠那个玩那个窗的那个。厉害一下嘞！啊，厉害啊，就很好笑啦。我们一直拍癌啊，感觉很懒惰，所以现在今天我们来玩一下 game 咯，想恢复一下我们以前的那个时光。Yes 啦，小孩子的那个 fight yeah have fun in the home。So 今天这个 game 叫做插刀准不准？这个东西怎样玩？这个 金盖啊，金盖，谁傻就这个 game 啊？So 你示范。呀，直接 start 了，等下没有示范示范了，我都不会。放嘴巴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然后手一定要直，所以弹下来，等下会要这样子弹下来，手一定要分割，手要分，哇，很难的抽啊。不要放开，放开，你不要急啊。然后我们今天的目标，一人要进三次，连续啊。有啦，啥咩连续 ？How is that even possible, man? Why not? Maybe you can. 懒啦，我们 Yeah, can lah, but it takes very long time lah, bro. Maybe can. 所以我们要轮流这样子放，一直放，一直放。所以一人国大要进三次。OK 啦 ，OK。你 miss 一次就要给一粒 chip 进这个 prize pool。一粒 chip 是多少钱？一块钱啊。所以你看 ，OK， 我 miss 小一次啦，进，哇，一直这样进，然后到最后谁先进三次的？拿完 ，take off。OK 啦，有 dinner 啦。这样输的人有惩罚没有？输人掉额头啊。对啊，两个输啊，不是一个人输啊，两个输啊，只有一个赢家，好不好？所以那一个人可以掉两个人。OK， 谁先 start？ 拉达利拉达利当蹦。三，我先来。我的手已经很短了哦。是我，他最多优势了。你手可以弯？可以，不可以弯啊？你手弯掉，我会放这里。不可以啦！来来，给我躺啊，傻啊！这样啊，说你要躺哪里？给我躺，你脚坐直一点。哦、oh, ，你跟我讲嘛。我还以为你谁猛吗？可是这样你躺在我这边哦，你掉的话就掉在我身体哦。妈，傻啊！快决定快点。哇，哎，不够直啦，你手。快点啦！很难放手哎、欸，真的难放手哎、欸，我终于明白你的感受了。嗯。啊。走。What a set up！ 我对你。起来，因为要讲这个啊！快点，你不要讲那么多，你 start， 你 start， 哎，你不要看咩，不要看。那你可以看，你眼睛再进去。等你讲快了啦。是啦，吓我了。不要看啊，这样关眼睛哦。OK， 第一粒先。有没？有啊。有啦。Not close, bro. 嗯？椅子？真的？不可以？不可以你啊！我才讲话了，会弄到椅子呢，你放。哇！Oh my god！ Yeah， 你吃那个呀？ Yeah，
只要赔钱。啊，到你了，中鼻子，你给我弄。OK 了 ，OK 了，现在我们换一下，换一下，你直接三次。我这三次，你直接三次。是哦，这种不要讲啊！你直接三次，现在直接三次，你直接三次，你这次，哎，谢谢谢谢。啊，给啦，进了啦。一次。合理嘛，多加一分。这个加分，这个加分，加分，多两多三的。没有这个加分啦、啊。加分啦、啊，加分给我们，加分给我们。我现在三块也给不起是吗？两粒啊，两粒，该你方方一粒啊，两粒啊，一起啊，一起。五粒啊，操！第二条我已经我拿完。五粒啊，我给你多两次，来，我给你多两次。不要不要，我给你多两次。我等下我赢了哦，不会啊，你妈给你咯，是啊，还五块钱，对着你还算什么？贵，手指啊，他的手腕，是啊，越来越弯了，他也可以弯另外一边。哎呀，啊，又吃，啊，干嘛？啊，又吃，又吃，啊，啊，两粒了，你干嘛？干嘛？我这把丢，丢。再吃，你以为我要了咩？嘴唇哦、喔、，My God！ 你嘴唇也有嘅，讲我卡嘛？什么？歪到这样子的。
说马上放的，你这个你可以 every 轮先吗？哎，因为我也很准的。Go go go！ 你上面有一朵。我一定要拿到一分了，这轮。你拿了吗？一而已啊。这轮。哦。再拿多一分。差点。啊？哇！哇！哇 ！Impressive！ 不厉害你，我拿，拿我你的钱了。GG啦 ！GG 啦 ，Danny。不会啦，我这轮我还有一轮呢。完了，还有玩笑？鸡咯，鸡哦，鸡巴哦，不会啦。Ending this challenge. Yes. 有感谢我吗？有啊。Thanks for ending this challenge. 看你的有没有？我的很多。吃辣，敢踩我，好意思笑人家？我看我的，我都不懂我怎样哎。前面的脸也有红红的。嗯。着急。来。我怎样？哦，我一点点不了。你这里也是很多。你用红色马克杯呢？看你衣服嘛，看看到嘞。Designer 这个 Designer 呢 ？Designer 谁要这件衣服啊？卖给你们啦！这 frame 还挂起来几贵啊？我老嘞 ！Designer Danny 穿过的，没有洗的，然后又玩过 challenge 的，要不要这个衣服？哇，跳了多少钱？你要给？周边产品。哦，刚刚好，总共40块，你13，然后17。啊，17 ，OK， 所以我赢一个，一开始好像没有什么值得开心哦。对，也是开心啦，30块不可以啦，这样子。很少嘞。哈哈哈哈哈！怎么这个？我踹，这次我踹针。还会痛吗？来踹看。哎，都是来来来啊！来来来来来来！哎呀，嗯。啊！痛没？痛啊！感觉那个比较痛哎。哪一个？就直直的，痛啊痛啊。痛啦！可是这个是这里痛，是不是你痛哦？他是旁边痛。真的没？是啦，你 try 啦，你 try 啦。啊！哇，超。三。Hey God, have mercy on your soul. 哇！八不稀奇啊！快点，一次罢了。哎，忍忍一次啊！到99很油，你要死。一次啊，一次啊！我去。哈哈，我没有讲话了。我怎样？我什么都没有讲呀。快点嘞，你是猪哦。啊 ，ready 啊！对啊，对啊，个罢了。然后如果有什么游戏你们想要介绍我们玩的，想看我们玩的话，记得 comment 下去 ，OK？ 那我们下一集我们会 upline， 我们的忙住会增加 ，OK？ 这个是一个 MDD， 嗯，下一集就是 up 一个 level。
upline 的时候。OK，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 like、subscribe， 然后 share 出去，记得开小铃铛，拜拜，拜拜。